勇于犯错，是以欲求改过，必须勇于改过。改过为光明磊落之行为，闻过乃弃人害己之罪恶。君子与小人之不同，必在此。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”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，必问知有过失，不论事之大小，应立即改正，不可怕改，更不必待诸他日。”子曰：“过则勿惮改，有了过失，不要怕改。”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勿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戴云之曰：“宋国的大夫戴云之说。十一，我要请宋王实行朴实的井田制度，十分里征收一分租税，去官市之争，并除去关口和市场上的租税。今之未能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步，请轻之，只好请宋王把税捐减轻些，以待来年，然后以等待到明年，然后完全废止，何如？夫子看来怎么样？”孟子曰：“孟子说，今有人，比方现在有个人，日囊麒麟之鸡者，每天偷取邻家的鸡，或告鸡曰，另有一个人对他说，是非君子之道，这不是做君子的道理。曰，偷鸡的人说，请损之，那么就请减少些，月囊一鸡，改为每月偷一只鸡，以待来年而后也。等到明年，然后完全歇手。你想这话通不通呢？如知其非矣。如果你知道那税捐不合理，思数已矣，就快些取消好的，何待来年？何必等到明年呢？”举上有若干实例，君子答臣之败之问，不敢对他国君立批评本国君主之不知礼而为之掩饰。及其弟子吴马其告之已经过，孔子立即自臣有过。臣失败问：“少公之礼乎？”陈伯的失败问孔子：“鲁昭公知礼吗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，知礼的。”孔子退。孔子出来后，以吴马其而敬之，曰：“失败把孔子弟子吴马其名师的请了进去，对他说：吾闻君子不打，我听说君子不会有偏私的，君子一打乎？君子也有偏私吗？君娶于吾为同姓，汝君娶吾女为夫人，乃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，却改叫他吾孟子，会去姬姓。君而知礼，汝君如果知礼，孰不知礼？还有哪一个人不知道礼呢？”吴马其已告。吴马其把这话告诉孔子。子曰：“孔子说，某也信，某真有幸，苟有过，只要有了过失，人必知之，人家一定会晓得的。有过不如无过，多过不如寡过，自求寡过，免自有过而又复改，自应加以鼓励，使者能知徐伯玉之力求寡过而告孔子，可见徐之乐善不倦，以感动其属缘。徐伯玉使人于孔子，魏国大夫徐伯玉原派人到鲁国来问候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。孔子请来人和自己同坐在一处，然后问他的话，曰：“孔子说，夫子何为？你们夫子进来做些什么事呢？”对曰：“来人说，夫子寡欲其过，我们夫子只想减少自己的过失而未能也，
可是没有人做到啊。使者出，来人去后，孔子子曰：“孔子说，死乎死乎！好一个死啊！死者啊！好一个死者啊！美之变丑，人必厌恶；恶之变善，人必崇敬。孰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是也？好善恶恶，人之常情。人人欲开辟自新之路，贵在过不惮改。”孟子曰：“昔子蒙不洁，人皆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虽有二人，斋戒沐浴，则可以事上帝。改过视为对自己之一种公开责罚，往往有所顾忌，唯恐为人所知，名誉有损。其实知过不改，思维无可救药，知过而能自受，引以为耻，知耻近乎勇，自必勇于改正，凡可受人敬仰，积其根也，人皆仰之。”子曰：“孔子说，过而不改，有的过失不肯改，是谓过矣，这才算是真过失了。”子曰：“孔子说，已矣夫，罢了，吾未见人见其过，我从来没有看见发现的过失，而内自讼者也。能够在自己心里认真就责的人呢，自知有过而改之，故甚可贵。若未自知而得他人之提示与劝告，则应诚意接受，乐于改正。盖能对己劝善悔过者，不宜多得；非对己关怀备至者，不愿为也。顺于子路，勇于改过，与人为善，皆为最好之榜样。”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，与闻善言则败，大顺有大焉。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自耕稼陶于以自为地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他人对己悔过之言，不论出于言辞或委婉，均以信心寻意，乐于接受，勇于实行。若表面敷衍顺从，实际并不改正，此则毫无诚意，而不成无物。孔子于此种人亦认为吾莫如之何言已矣。”子曰：“孔子说法语之言，拿严正的话归戒，能无从乎？他既没有反驳的理由，能够不顺从吗？改之为贵，但总要在实际上改过才算可贵。训语之言，顺说的话，能无悦乎？能够不乐意接受吗？义之为贵，但还需细心许力才算可贵。悦而不义，如果只乐意接受，却不再去细心许力，从而不改，表面上顺从，实际却不改正，吾莫如之何言已矣。我就没有法子使他怎样哩。总之，改过会在发现有错立即悔改，不必等待，亦不可犹豫。他人告之已过，自应诚意接受，细心体察，勇于改正，不可敷衍。此即乐善不倦之精神，亦为勤于修身之实际行为。改过太有勇敢了，不勇敢你没有办法。要改革一定要勇敢。做不到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难免的。把他们来做什么？所以要细心体贴，主体关心。来来来，你再出道啊！
伊犯过犯错的迄个原因，原因所在，伊为什么在做做错？自然你也明白迄个原因。你自己这边，你自己这边，轻轻的、轻轻的、正经的交代而已。只有的呢，那种错的，可能完全改过。现在不过再再说，所以没教育的人哈，只有给过去，没教育过错他就一定要改变，勇敢改革，改革是公民为荣的行为了。文革这是欺人害己的罪恶，那这个文革，文革是表面上的是哪哈？整整个公民是哪？我有改过啊，我有改过啊，实际上无啦，是要暗咱的过失的是哪哈？啊，表面上可能看讲啊，我已经改过，还是无改，这个叫做文革。这款的真正是欺骗你家己，哎，啊欺骗别人，这一款的最后呢，文字跟少年的不同，是在这个地方。文字的是呢哈，要么改革，啊唔对要改革。少年就是，明明了了，无爱心，你讲家己有唔对啦，但是无要紧，没过分。没有人家那边忘忘盖过呀，我已经盖了牙齿是不盖。厨房的人讲工作机会，工作的过去，亲像信息信息这款的，足少唔对啦。但是伊若有过错，人看谁知啦？你是头。在天上啊，月亮在太阳天上啊，该有四只习惯，大家嘛看到最知影。啊，爱改过，大家嘛最知影。俗话讲，孝敬之国也非本，就是讲孝敬地方的过去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，不但不爱改过，不惊人知。第一有过失，三个讲你家己有过失，无论，但是迄大代志、小代志，应该马上来家己改过来，来改正。唔免惊伊讲的是啥吼，改过来唔少。做错代志，大家都会，但是马上改过来，过来，更加能够担待。我马上再来改，后再来改，不是马上改过来。想到这些呢，自然过去不能改，所以空手空，不过去，唔能个是底下丢住，爱改马上改。自然空手空，自将心，不欲不如己，己者过去不能改，自将心。日常生活是哪里重点为主？啊，无一个朋友在咱家里本身呢，大概，咱所交的朋友都是别人看到，过去不当改，有过去不当惊，惊改马上改。
电影时来讲啊，宋国的台湾电影时来讲，十一，我要我要请宋王启田过去台迄个经典，诶，这十分里面，啊，清楚几分的做水喝啊，喜欢新鲜，边听读书，我靠在市场上的迄个水晶啊。金珠林不可人在一起啊，他一边帮我做到这个地步，清清洁，第二是啊清皇上，把这个税金是啊减轻一点点，一台台，然后一干了那么多年，然后再完成过去，看来好不好？民主来讲。现在有一个人啊，日常经营是假设，结果之外是为君主制的。买人拢讲靠了吃假的，嗯，不能改讲，你这款的做法就是啊，是无合道理的呢。但你讲靠了吃假的来谈，嗯，我一头家来讲。清顺子，那么几位是呢？哈，减头是一点，一个月热头热一只，啊，啊，等到个明年的时候再完成停止卖糖的，啊，还能够每个月来讲，你若知讲安尼无合理，你甲偷了机安尼，你就马上停止了个，太了个蛋蛋蛋，钱要怎变？嘛，免讲了一个月蛋头了些，再讲这个是无应该，就按马上改过来就好了。买个大鸭子来，丢丢丢丢的。控制到底失败是吗？我对他高的高的贵宾，问过国军的那个部队的，所以该暗两个的对了。但当年得知为什么伊不马去告诉孔子的时候，孔子在心中哎，我那时候第二次，但讲伊失败用孔子了。一个官就对了，但不过一个做官的人，问孔子讲：“教公伫咧无？”讲鲁国教公他知道礼貌吗？伊捌咧做无？孔子在讲啊，讲捌人啊，捌咧做一个皇上，他捌咧做。当了孔子出来以后，这个做官的人啊，将孔子的地主。吴马奇，啊，改签一名，啊，其实做公安人的孔子也得提出，吴马奇讲，我的时阵哦，听说君主是无有偏私的，恁老师孔子的时阵哦，公教公比的，恁那时阵哦，是偏私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鲁国，鲁国的人啊，传五路的人啊，做红火呢，这是共生的，为我民主呢，鲁国如果那是不得手，还个有心人不得手呢，伊不嘛给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孔子嘛，讲。我妈记得是哪？甲孔子讲老师，迄个做官的人哦，伊讲你呢骗他。孔子讲哦，我也见，真的哦，国有国我只要是哪吼有贵姓，人个拢会知影。孔子嘛是心讲，那我有第二面说。有国不如无国啊。有贵姓不如无贵姓的，
多过不如官府啦，过去较侪就是较有过去较好啦。自由官府免得有个有改啦。我们应该是尽量卖过去啦，以免有过去他才过来改啦。那不过去就免改啊。就是有过去，现在改，所以最后的流脉也过去。现在呢，自己过来家己，私家领地有表示的，立球官去，立球风水。这个故事就是，古培玉是风水的学生啊，伊做官，所以有一天。伊就派一个伊个啊，奴才的人去孔子院头见孔子。古别个树人孔子，鲁国大夫古别个，伊派一个人来鲁国去呢，问候孔子。孔子不是做日本的，孔子的是来请。古表派来这两个人啊，礼拜来这些，然后孔子问他们这个人，讲你头家嘛，古表叫就是孔子的学生啊，伊问讲你头家嘛，古表叫是我学生啊，伊最近是在创啥？啊，这个人就甲孔子讲，讲阮头家嘛。每天就想说尽量不要做错事情，往这方面在努力了，但是努力的努力也是会做出来的。所以我老师的时候就感觉就说，哦，我这么精神想不爱做不对，也是不对的。他就是这样，我头家就是这样。等到这个人出去以后，孔子很感动的说，好一个书架，好一个书架。因为头家，伊的心情认真正，嘛影响着伊的下下，影响着伊的那个在伊使用啊。可见的是呢，咱今仔收到的是真正吼，你亲手是呢，言行举止去言行的是呢，拢会影响咱的旁边的人。这一点就是咱应该努力的地方了。咱今天是呢吼，卖讲家庭啦，是咱多年是呢，还阁七七十大三三五五的吼，就是咱对这一方面根本拢无咧用心，水会变歹的，人一定讨厌的；歹会变好的，人一定爱尊敬。这个小人做公务员，办法多多的也行，就是这样的。好像我爱好秘书、读书，他讨厌拍书，这是人的很正常的关系。人人想要开辟自身的这路线，伊的富贵在人后，高不在盖。有过失的时候，南宫要丢丢不改，马上改。每次也讲啊，写字我不改，这个人改也变一个字。所以欧人在个保养会出现的。再一个，看起来是对自己的叫公开的接纳。公共的是啊，有做过期的。但是一个穷无人知呢，无人知的是吼命无忧顺。其实，知影讲过去无改，这个是呢无可救药的。知影过去，你会当还是呢吼自伤。改变这个代志，一定一定，人生是建造的代志。既然一个建造代志，爱改过来，那算无一块。所以一定要有改进。
犯科学的经验，你若是有法度通改过、改善过来，绝对会互人甲你尊重。嗯，这个人袂歹。做法不离不改，是一个方式是讲，你有唔对，哦，还佫唔改，这个是真正、真正正正的个性，真正正正唔对。是啊，孔子讲：“必有我民间，人间饥渴，以为食生者。”孔子的意思讲，我将来没有看见过，发现了你家的过失，你家的不对，啊，提醒我来个对，第二对是呢，主这个了，思想每个人都有了，迷惘过了，有了。没告诉了，不然再一年了，休息一下吧。